下午好，欢迎收看您怎么说，我是佩玲。你的籍贯是什么？你会说哪几种方言呢？事实上，方言不仅仅是一种用于跟长辈沟通的语言，更是一种重要的身份认同。然而在80年代马来西亚发起了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运动之后，方言的使用跟流传就遭到了一定程度的阻扰，甚至也面对了断层还有没落。在方言环境迅速萎缩的今天，庆幸也得到了一些人的关注与推广。方言教育我们应该要如何执行呢？那学好方言真的对身份认同还有未来期许有帮助吗？那今天的你怎么说，我们就进一步的来了解。马上邀请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第一位，我们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杨莹莹博士。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再来第二位，我们有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主任王小梅博士。大家好，主持人好，欢迎两位嘉宾。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位嘉宾的籍贯是什么呢？那你们一般在使用的方言又是什么？我们先请王博士。在中国来说，籍贯就是你的出生地，尤其是你的祖辈的父亲的出生地。所以呢，我是中国山东寿光，对，所以我的籍贯一般来说我就是山东人，然后出生于中国山东省寿光市。了解。那王博士到马来西亚来有多久了？到今天为止差不多要20年了吧。所以基本上对马来西亚的方言环境或许也有一定的了解。对，在马来西亚使用山东话的人这个社群应该不多了吧？不多，但是最近呢，我去沙巴州做了一次田野调查，然后就发现那里有一群山东人，但是呢其实他们是天津和河北那一带早期的这个移民，来到马来西亚也有100年的历史了。100年的历史了哈。再来我们了解一下杨博士本身呢。我自己是广东惠来，就是我们讲的潮州人，所以从小因为跟妈妈在家里的时间比较长，那妈妈是福建人，所以说的比较多的那就是福建话，那潮州话就要到爸爸那边，就祖父祖母那里才会比较常使用。所以潮州话的部分也是可以使用的。是可以使用的，但如果相比之下就福建话会更流利一些。了解。像我本身是潮州人，那我从小呢就在外婆家长大，所以跟外婆使用的语言就是潮州话。但是因为家中啊，我们都一般用中文用华语来沟通，所以有时候也觉得说自己的这个潮州话掌握得不太到位。所以其实在你们两位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当中，其实按照你们的观察，方言在你们本身的一个社群当中的一个使用度还算普遍吗？在中国各个省市地方的话，其实都有自己的方言，然后呢基本上日常的生活大家都离不开方言。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是到了大城市，所谓的这个北上广，其实大家讲普通话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现在的小孩和年轻人也不怎么讲方言了。对，就算是回到了乡下或者是回到了自己生长的地方也是这样吗？那不一定，要看年龄。像我的话，每次跟我父母通电话或者是说我回山东的话一定是跟父母说方言的。对，因为方言还是有那种亲切感哈，血浓于水的那种感觉。对，可能是我们的上一辈对于方言的一个认识跟掌握也会来得更深，然后可能对于普通话的一个掌握相对不比年轻人，是吧？对。但是呢现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情况来说，就是华文教育普及的非常好哈。所以呢现在的这个祖辈哈，就是爷爷奶奶辈还有父母辈，其实也是他们的华语也是挺好的哈，尤其是爷爷奶奶带孙子，然后在教养的过程里面，他们其实是积极的配合，就是他们孙子辈的这个语言哈，积极的说华语。我发现马来西亚很多这个爷爷奶奶级的老人家，其实华语是相当好的。像是我的外婆，现在也很努力的用中文用华语来跟我做沟通。是。那杨博士本身呢，你怎么看你周边的这个生活的一个社区环境，在使用方言的部分是逐渐的式微呢，还是说还是蛮普遍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分一些地区，比如说我们比较清楚的，你说到槟城的时候，大家一个既定的印象就会觉得那里就是很通行福建话，就是我们讲的闽南语嘛，所以它还是有一个社区上面可以运用的那个环境在。但是也是跟王老师讲的一样，就是看年纪，尤其是比较年纪比较小的，那他们现在基本都是会用中文。我也有一个经验，就是到外边去买那个
福建面的时候，我就用福建话跟他说了我要买什么，然后他很自然的他自己就转成了那个华语，然后我们再跟他说福建话，他又再转成了华语，所以那个情况现在有点，他认为你比较年轻，所以主动转到华语去了。对，可是对方这位摊主，他主要年龄是，他是算中年，就是可能年纪在四五十左右。但是你会发现他可能跟同辈的还是会使用方言，跟老辈的也会，但是跟比他小的他可能就自然的转换，那这个可能跟自己的过去一些经验也有关系，他觉得可能年轻人就是要使用中华语还是中文。我这几年在吉隆坡生活，观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知道早期的时候在吉隆坡生活的朋友，不管你是什么籍贯的，一般都可以说粤语广东话，那我们好像在吉隆坡的生活当中还是用广东话为主，但是在这几年好像都逐渐转为华语为主了。我不知道两位同样也在吉隆坡生活，你们的观察也是这样吗？对，差不多。但是现在呢，就吉隆坡来说，刚才这个莹莹讲到了这个槟城的情况是福建话，就是一语独行天下哈。但是在吉隆坡还有雪兰莪这一带的话，粤语和广东话的这个影响其实是还是相当大的啊。虽然现在小孩子可能说方言的能力有所衰退，但是普遍上来说，这个吉隆坡和雪兰莪一带的强势方言仍然是粤语。为什么呢？因为这边马来西亚有自己的这个方言生存的土壤，另外呢他们说还有外来势力的加持，就是广东啊，以香港为代表的这个通俗音乐、通俗文化这种电影电视剧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支持，我觉得可能马来西亚就是好几代的华人都是看香港的这个电影和电视剧长大的哈，所以那边的外来这个影响其实这个加持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现在小孩子虽然这个方言能力下降，但是粤语的方言能力未必见得下降。对，因为有粤语的歌曲，粤语的剧集，像是有些朋友说呢是捞着饭然后看这个剧集长大的啊，至少在听力上是不会不比较好的。对，因为我们去其他地方去做研究，比如说去到沙巴、去到槟城，然后那边的这个访谈对象、研究对象说他们会听粤语。那虽然当地是不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粤语的影响力其实还是在媒体的影响。像我本身就槟城人，虽然我是潮州，但我在福建的一个社群中长大，但是对于听粤语、说粤语可能也不会太大问题，但可能说的不太好，不太地道，不太地道。对，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像是我们常常说的，了解方言、了解自己的籍贯跟身份认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两位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看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历史阶段来区分哈。那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华人早先的这个祖先移民哈，早期的移民刚刚到马来西亚的时候，身份认同主要是建构在方言的基础之上，所谓的方言群的认同哈。那很多学者也做过马来西亚的一些调研和研究，就是研究的一些工作哈。那当时的就是大家就是同一个方言群或者说同一个地区来的人就聚居形成一个聚居的一个模式，那大家在内部其实都是讲相同的方言，然后互相帮助。对，然后对外呢，可能比如说客家人跟广东可能之间可能就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隔阂，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方言的确是一种沟通的纽带哈，就是说它对于方言群的这个认同、自身的认同来说是相当的重要。但是历史发展到了这个今天，那方言群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其实是越来越小，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你再去问他你是什么籍贯的人，就像刚才你问我们的问题一样，我估计很多小孩答不出来。另外呢还存在一种现象，就是不同的方言群这个通婚的这种情况相当的普遍，所以以前是客家人嫁给客家人、广东人嫁给广东人、潮州人嫁给潮州人，那现在如果父母双方的这个籍贯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小孩生的这个小孩虽然我们传统上是跟着父亲哈，但是呢这个小孩子的身份认同其实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发生了变化。那再加之现在的华文教育又很普及，那现在的小孩子都会说华语，所以华语对他来说可能对于自身的这个身份的认定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那大家就说我是华人，然后我是华人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对，了解。那我们回到看马来西亚的这个情况，像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上一代在不同籍贯之间的这个通婚的现象还不算太普遍，但是来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上大家也
没有在非常强调这个所谓的籍贯跟同样籍贯的这个人们一定要通婚。那杨博士你自己本身又怎么看待这个状态呢？因为在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你还有听过有人说某些籍贯的人是不允许跟某一些籍贯结婚的老人家对，但是我们追溯历史的话，你会发现那是因为早期这个籍贯它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就包括你可能籍贯可以决定你的职业，籍贯可以决定你的那个帮派，籍贯可以决定你的势力，所以某一些籍贯本来就有它自身的一个身份，所以之间是不允许那样随意的跨越。但是来到今天你发现这种就是跟他者的这种区别在籍贯上面其实是比较淡的，比较薄弱的，不会再说潮州人跟福建人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身份认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他者的一个对照，那才能是一个所谓你承认自己是什么。但是今天这个已经模糊了，所以不会说一个人不会说客家话他就不认同自己是客家人，一个人不会说粤语他就不承认自己是广东人，这种其实不太一定，就是身份认同跟方言之间的那个关系已经不是那么的完全跟对绝对。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早期我们的先贤南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寻求一个庇护或者是寻求一个聚落而在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非常强调于这种所谓的这个祖籍的这一块。但是现在整个时代大开放，我们有很多人都聚集在城市，那基本上呢他就比较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算是限制吧。那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就关注一下其实在方言的部分，在马来西亚也有弱势方言跟强势方言之间的区别，那这之间的区别有什么关系呢？下次回来我们了解更多。欢迎回到你怎么说。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的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一个方言环境。那我们知道呢，在马来西亚我们有非常多不同籍贯的华人，其实呢在马来西亚的这块土地上呢居住已经很久了，目前可能已经来到了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了。那在马来西亚的方言环境呢，我们一般也会分为弱势方言还有强势方言。那现场呢我们有两位博士嘉宾，我们来聊一聊哦。那其实呢在马来西亚方言是怎么样划分为所谓的弱势方言跟强势方言呢？其实这个强势跟弱势呢并不是我们自身划出来的，对吧？而且在一开始大家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大家是平等的。那后来为什么会有强势跟弱势呢？我觉得第一个因素是人口的因素，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方言说这个方言的人是不是最人多势众的，然后呢是不是在这个地区是最有影响力的，那相应的那它的方言的影响力就会比较大，那大家呢其他的方言群的人就愿意去学习这个方言群的方言，所以慢慢的假以时日，那最后呢就变成了某些方言的影响力比较大，某些方言的影响力比较小，然后呢语言学家就给他一个名称说这个是强势方言，然后另外呢是弱势方言。对，我觉得而且按照我们的观察我们会发现到说像王博士说的所谓的强势方言，它可能一开始是因为这个社群的人数比较多，但后来就不一定，可能是因为它后期通过各种不一样的管道或者是媒体所散发出来的一个影响力。那杨博士你怎么看？你觉得马来西亚的强势方言是哪几个呢？那如果我们按人口来统计看的话，那占比例比较大的一个就是闽南人，一个就是广东人，那相应的那个方言就会是福建话，就闽南语跟粤语广东话。所以也跟今天的现象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我们也会发现比较多的区块都是属于广东话的这个方言区地区，然后某一区块呢又是属于闽南语的，当然还有我们可以说客家话可能也算是一个
强势方言，相对之下客家人的人口不少哎。对，我也觉得就是他们不是形成一个很大的那个集中的一个地区，它可能是分散在几个不同的州属里边或者县市当中，所以如果真的要这么算，我们说相对下来，那可能就是闽南语、粤语、客家话，那你要是跟比如像海南话、台山话这些相对，那肯定人口还是势力上面还是有差距的。那基本上在马来西亚的弱势方言其实蛮多的，那现在能够掌握的这一些人口使用的这一个范围也越来越萎缩，甚至已经面对就像是刚刚一开始说的断层还有没落。那问一下两位，那我们需要去拯救吗？哦，我觉得拯救这个课题现在其实不光是马来西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哈，中国大陆也在谈这个问题哈，所以台湾也在，台湾更早可能哈，各地都会面对，包括其实欧洲，那他们也存在方言的问题，其实哈，虽然他们的主导语言也是非常明确，所以这个有的语言学家呢就把这个语言这个的种类类比，就是跟这个自然界的物种来做一个类比，他说自然界的这个物种动物对植物其实有一个濒危的趋势，还有就是优胜劣汰的这么一个自然的发展规律，那我们的人类的这个语言是属于这种文化遗产哈，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是不是也跟自然界的这个物种的消失的规律是一模一样呢？那我们有没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必要的抢救措施呢？那在中国大陆现在他们有发起了这个鱼保工程，那我知道本地那有一些这个热心的人士也有一些保护方言的一些举措，那就我们站在语言学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记录和描写这些语言或者是方言，不管它消不消失，那我们首先把它现有的存在着的这种语音的形态、词汇和语法好好的记录下来保留，我觉得这是第一步。然后呢我们再尽我们的这个能力，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节目然后谈一谈方言对吧，让大众来了解一下这个马来西亚的方言的生态，方言的这个发展趋势等等等，还有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身份认同，这些让大家有一个自觉的意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努力和尝试。我们需要努力跟尝试，就像是现在很多人都说的啊，我们现在呢必须要非常让这个使用的人口增加，或者是让原本这个籍贯的朋友呢能够更多的去理解跟使用，我想只有使用它才有办法继续的保存下来，但是我们要让现在已经一些失去了优势的方言使用的人口增加，它必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任务，杨博士本身又怎么看待呢？有可能我们必须就是公平的看待每一个方言或者语言，就是不再有这种高低之分，那当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其实不管你说的是哪一个，我们都可以自然的去接受。那刚才提到像我们做这些记录的工作，其实就是一种在这个去调查的过程当中，这些受访的对象他可能就在当中感受到了那种方言带给他的情感，他的一些回忆，那也会加强他对这个方言的喜爱，那他也突然意识到原来方言的存在有它的价值，那这我觉得也是一种我们可以做的努力。对，这种语言意识的培养，就是以前大家可能还在那种就是找生活的阶段哈，求生存的阶段，可能意识不到这些问题，但是现在大家温饱问题解决了，生活过得不错了，就开始追求一些精神层次的一些东西，一些内容，对人文的关怀，对于社会的关怀，那其实语言跟文化方言的传承，身份的这种找寻寻根，其实都是属于这种精神层次的问题。对，可是我对于杨博士刚刚提到的那个状态呢有一些感触，你说重新去学回这个方言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情感上的依归，但现在有些第三代或第四代的小朋友，他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接受过方言环境的一个熏陶，那他可能对这个方言没有所谓的这个熟悉感，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时常都会说要从家庭开始，或者说那个环境我们不要让它太过的单一。比如说今天我们也会更希望小孩或者说年轻人去多学一种语言，多学一个外语。其实方言本身它也是一个你要说它是一个语言也可以，所以为什么就不从本来最靠近它的开始？所以只要我们提供了小孩一个这样的环境，或者说不让他在太过单一的语言底下，比如说你禁止家里的所有人不许跟他说方言，那他就没有那个环境。但是如果他去到外边，他去到社会，他去到老家家乡，他可以听到的话，这已经是一个我们可以提供给他的那个环境。那如果是按照我们刚刚的讨论，我能不能说有一些如果是方言的断层，它可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综合来看。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的方言的生态跟其他地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属于一种方言杂居的一种情况。那方言本来是叫地域方言，地域方言的意思说，说这个方言的人住在这里，说另外一个方言的人住在另外一边。中国大陆基本上现在是这种语言的生态哈，除了城市之外，农村还保留着原来的方言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聚居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马来西亚是海南人、广东人、广西人、福建人是混在一起，住在一起。其实住在一起，它其实方言失去了一个，就是它原本的正常的自然的生存的状态。那它就会出现刚才讲的语言竞争，强势的、弱势的，中间就会出来了。在这个过程里面，的确会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这个杂居方言群杂居的一种状态之下，不可能每个方言都有用武之地，对吧？大家就是理智的想一想，也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最多是一到两种。所以在吉隆坡为什么粤方言所谓的就胜出了，那大家就是说比较就是说集中认同，就是用粤方言来作为华人的一种共同的沟通的工具，或者是语码。所以这是马来西亚的特殊的情况。对，个别的方言会慢慢的消失，那是我们有时候说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个自然语言的生态，就是会那样。所以马来西亚我觉得可能再过50年或100年，它会形成一种新的方言生态。也就是说刚才这个莹讲的槟城是一个大的方言，吉隆坡是一个大的方言，东马比如说沙巴可能是客家方言，对吧？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比较常态的这种稳定的对区块式的这种分布的形态，那就会形成新的地域方言啊，对，那就是真的是方言了。语言是一直在变。对，但是按照两位博士刚刚提到的，当马来西亚到这个时候形成了一个这样新的一个地域方言的时候，那会不会跟我们上一段提到的这个原本的籍贯的身份认同，它其实就不太有关系了呢？对，因为刚才这个杨博士也有提到，就是说方言和身份认同之间的挂钩其实现在越来越松散了。对，早期的话是你说什么话就是什么人。那现在呢，我说华语我是华人呢，或者说我说广东话但是我是客家人呢。对，所以这之间的挂钩会比较松散。那以后我觉得马来西亚华人包括东南亚华人，可能整个这个趋势可能就是华语华人这么一个联系，这个挂钩是会一直是一种自然的挂钩和比较紧密的一种挂钩。那对于马来西亚刚刚像王博士这样的叙述的发展，杨博士会担忧吗？会担忧吗？担忧你的下一代吗？应该不至于到担忧，但因为它就是一个会自然演变的，我们只要在最适当的时候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就是已经是最好的了。因为你太过的强力的想要去做某些，像过去的经验，一些国家的政策的执行，其实未必真的会帮助那个语言保留，可能是反向的。所以太过的激烈或者是那种态度上的强硬，其实未必真的会对这个方言的保存带来很好的效果。那有些人就担忧了，方言的这个示威呢，也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民族的文化或者是一些传统文化，那不知道两位嘉宾朋友又怎么看呢？我们先进一段资讯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来。那今天我们在聊的就是方言环境嘛。那有些人呢来到了现在就表示非常的担忧，就在想啊，这个方言呢逐渐的式微甚至是消失，其实也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很重要的民族文化，像是可能一些籍贯或者是一些方言族群的这个饮食文化、风土人情等等。那不知道两位嘉宾朋友又怎么看待这个担忧呢？我觉得方言的确以前是很多文化形式的载体哈、嗯，是一种工具或者是一种外在的这种形式哈、嗯。那比较突出的就是我们聊到就是方言跟戏曲哈，地方戏曲、嗯，因为所谓的地方戏曲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后就有一种方言或者是说口音的形成哈、嗯，所以在中国大陆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这个戏曲，比如说在我们山东的话就有山东梆子，那你必须要用山东话去唱出来才会有这种感觉哈。如果快书也是一样哈，你打快板也是用这个方言哈，京韵大鼓你必须用这个北京话去唱出来才有那种感觉。所以以前的确是这个方言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潮剧潮州的剧也是要用潮州话来演才是那个剧的精华嘛。对，然后地方的食品，甚至有人说你在吃着这个潮州狗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说着潮州话会比较有感觉。像那个米苔木这个食物，我们广东话是叫老鼠粉、嗯、对，但是要是我们讲米苔木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不太清楚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会方言的话，你可以听得出来它讲的其实是米苔，是那个过滤的一种东西，就你把米浆在那个筛子上面过了之后，留下来一条一条的、哦，那就是这个形状的食物。这个就是它方言赋予它这个食物名称的那个文化含义。但是你没有了这个方言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就没有明白为什么那个东西会叫做米苔木，就很奇怪。因为单看这个字面的意思，我们其实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是就觉得它的名字很奇怪，然后就是一种很奇怪的食物的名称。对，但是如果你用方言去把它叙述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对、那同样的，其实我们会看到，我们说食物这一块哦，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跟自己籍贯的社群生活在一起的话，那其实也意味着可能我们在饮食文化上也是一个混杂的状态，那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继续的保留。所以关于这一块就是很多人的一个担忧，就觉得说我们来不及了。所以可是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对吧？因为现在文化的交融我觉得是非常普遍哈，包括我们很多食物可能也就是当初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群体碰撞底下出来，我们说娘惹糕它就是一个新的产物。那你要说已经消失了某个它原本的东西嘛，那也不一定这么讲，它可能是碰撞出新的那种食物，也比如说海南鸡饭，他们说海南没有鸡饭，也是大马华人自己的一种在地化的一种创造哈。福建也没有福建面，福建也没有福建面。比方说我们很常吃到的海南鸡扒，它基本上也是一种海南人来到了马来西亚之后，跟西方人的一个文化碰撞出来的一个所谓新的一个饮食的一个展现。是，包括这个海南人做的面包，可能我估计这个海南咖啡面包。烤面包我觉得很好吃啊，可是我觉得海南省应该没有这种，因为这是非常西式的一种饮食的习惯。没错，对，所以大马华人我觉得还是很有创造力。所以这一点呢，在所谓文化的一个灭绝或者是消失，可能就不太需要在这一方面有太多的担忧。但是按照两位刚刚的一个叙述，你们的立场就觉得说我们不需要太过于担忧，但我们可以尽量的去做一些记录跟保存，是吧？尤其是这个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方言和饮食文化和其他的一种地域文化之间的这种联系，现在我们就现在这个时间点看来的话，比如说饮食文化可能未必它要以方言来作为一个依托，也就是说比如说擂茶，对不对？那是客家人的和婆客家的这种典型的这个代表性的这个食物，那我不会说客家话，但是我还是可以欣赏这道食物，就是不会妨碍我对这道食物的喜爱，或者是说这道食物的传承，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对，还是会传下去。甚至现在我们说客家的擂茶可能未必是客家人在做，可能是别的籍贯的人在做，也就是它已经成为大马华人共享的一种
地方美食，是马来西亚的美食，是而不是说是展现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碰撞，那不单单属于某个籍贯或者是某个方言的族群这样的一个状态。对，那我刚刚突然想到的另外一个也是跟大马华人的一个就是籍贯的习俗非常相近或者是最能展现的，还有就是一个殡葬的仪式。嗯，那殡葬的仪式可能不同的籍贯同样的也有自己本身不同的一个坚持跟一个文化的展现方式，那这一块会不会也随之消失呢？其实最近我们去沙巴州啊，做了一个田野调查，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山东人哈，他们当地是叫天津啊，或者叫山东人。其实他们的那个张村长跟我们聊了很多这种民间习俗哈，我们是刚好不是我没有碰到这个丧事，但是碰到了婚事喜事哈，就是他们山东人、天津人的这种认亲的仪式，还有晚上的是这个婚宴，它是两个部分哈，跟华人、跟马来西亚华人是差不多的。然后这个认亲呢是特别有意思的，他们必须要用当地的方言，就是天津话，就是一一的叫出每一个长辈，然后呢敬茶拿红包这样子，红包可能是后来衍生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认亲的仪式还是挺有这个古早味的，就是还是非常传统的。那他们这个族群其实这个人口并不是太多，大概可能8000人左右哈，但是他们的内聚力也是挺强的，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民间习俗，然后再以方言来作为这个媒介，然后这样子传承下来。对，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嗯，它有可能某一些更多的丰富的词汇说不定会随着方言的那个示威减少了，但是可能在像认亲环节里边你叫出了那个称呼，那这些名称我们时常都知道称呼是比较核心的比较不会被丢失的。那这些习俗可能也是承载这个方言的其中一个文化的内容吗？对了解。那你看哦，我发现我们在聊到方言的时候大家都有好多各种不同的担忧，像是另外一个担忧就是学方言会不会污染其他的语言呢？我想这一个担忧应该也很常被拿出来做讨论。对，你说污染这个词说明你担忧。基本上我没在担忧，我反而其实觉得有一点点的就是觉得自己没有把自己的方言给学好，我反而觉得是一种遗憾。对，我觉得这个持这种方言污染华语的这种观点的人呢，一般来说都是自己没有学好。而且这边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你到底是什么年龄开始学方言，才会不影响到你华语的学习。那就我们这个语言的这种习得的研究的结果来说，是在语言关键期，语言学习的关键期之前之内，你学习任何一种语言和方言基本上都不会造成太大程度的所谓的干扰现象。对，所以我们一般是鼓励小孩就是六到十三岁之内哈，就是说你要6到13，其实一生下来就可以学，娘胎里其实就可以听了，对吧？然后胎教，对，胎教就是说其实就是在小学毕业之前，如果在这个阶段如果在家庭里面配合说方言的话，基本上这个小孩的方言能够说得非常地道。对，很多然后也不会影响到日后华语的学习。是，那些调查的结果都会显示，就因为很多父母他们会担心说我同时让小孩讲中文又讲英文再讲一个方言，他会不会学不来，或者是他会不会最后都把它混在一起了，对，就什么都没学好。但是他们的调查的结果都是告诉大家，其实你只要是在他们能够吸收各种语言，就尤其是在3岁以前甚至6岁之前，他所习得的不论你给他多少的语言，他其实当然会有一个过程是他可能在观察那个语言，但你只要是长时间下来，其实学一个语言的人跟同时学两个或以上语言的人，他遇到的那个语言发展的过程其实都一样，他不会最后真的把东西都混在一起，他反而可以更好的分辨这个是属于一种体系系统下面的语言，这个是另外一个。所以可能一直跟他说方言的阿公阿嬷，他见到他们的时候他自然就会讲那个方言，转换。对，所以这种能力其实后天我们要去学俄语的时候那个是很难的，可是如果你在小孩那个儿童刚开始尤其是3岁之前，你让他浸在那个多语环境里边，其实他的吸收能力非常的强。
我其实有留意过一份科学报告，就是有提到说，当我们在年纪更小的时候去学不一样的语言，反而能够加速我们的一个脑部的开发。那可能对于日后我们做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其他更多外语的学习的时候，反而我们更有帮助，是吧？所以我想这个担忧，所谓的污染是不存在的，只是说家长要坚持，你不要说这个小孩他这个这两天他方言说的不太好了，对，你就放弃了，说你看你影响了吧。所以关键是说家长要做好分工哈。所以有的语言学家是倡导是什么呢？就是 one parent to one language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父母啊，爸爸说一种，然后妈妈说一种啊，甚至爷爷奶奶可能再来一种，就是你要坚持，要坚持到他这个语言学习到了一种稳定的状态之后，哎，你可以再实施第二个阶段或是怎么样一种。很多人都是因为坚持不了，然后小孩真的这个语言会出现一个混淆的一个阶段，阿公阿嬷会很想跟小孩孙子沟通，就赶紧用他更熟悉的，就屈服了，让步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啊，事倍功半，持之以恒。我其实呢，在身边有一个例子，相当的有趣。这个父亲呢，他本身呢就是海南人，那母亲呢是潮州人，那他们生活在槟城嘛，主要就是福建话的一个社群。那小孩到学校去学的是英语，所以这个就像是这个状态，就像是刚刚王博士说的，他们确实就是一个父母，就是爸爸跟小孩说海南话，妈妈跟小孩说潮州话，在外头他们就可以用福建话来对话，然后用英文也说得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大概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吧。是是是，我现在也跟姐姐的小孩这么进行的。福建话还是潮州话？我是跟他讲福建话，然后姐姐跟姐夫跟他讲华语，然后他的那个照顾他的那个保姆就跟他讲英文，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实验呗。了解。那当然呢，就像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王博士就有特别强调说山东话是他的母语，但是来到现在好像很多的年轻人会觉得说华语才是我的母语，那方言跟华语到底哪一个才是母语呢？我们先进一段资讯，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欢迎回来。我想呢，从小到大，不管你现在是几岁哦，可能很多人呢真的是搞不太清楚，到底华语跟方言哪一个才算是母语呢？那母语这两个字的概念是什么？今天来好好的请教一下两位。所以我们先来谈一下母语是什么意思。其实母语也是一个人为的术语，就是以前你讲什么话，你根本就不关心这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其实是语言学家怎么说，后来给出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术语吧。其实这个术语的界定也有不同的角度。那有的人呢是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比如说我的第一语言，我开始学会的那个语言，最熟悉的语言就是我的母语，这是从语言学习的角度定义的。然后呢，有的是从族群的角度来定义的，也就是说民族共同语，对，你是华人，民族共同语，那这个华语就是我们的母语。那当然还有一些从政治啊，从其他的这个角度来分析的。所以我想在马来西亚可能会有这主要是前两种意见的这样的一个分歧哈，就是你是从语言学习的角度去定义母语，还是从族群的角度去定义母语。像马来西亚的话，我们基本是可以认同华语是母语，但是其实你说方言是它的母语也是可以的，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是因为我们把母语跟第一语言想要看他是不是同等的，但他其实不一定。比如说一个小孩，他从小是被保姆带的，那他讲的可能是印尼语，甚至是印尼语。那你要说他的母语是印尼语吗？所以我们其实你只要把那个第一语言跟母语不要完全的对应，那可能我们会比较好接受。像我，如果我自己的话，我会说我的母语是方言，我的母语也是华语，这没有冲突。是不同层次上的一个概念。那对我来说，就是如果语言学习，那我说我的母语是山东话。对，了解。那回到了这个所谓的学习或者是所谓的一个学术价值，那方言其实放在了现在，它有着怎么样的一个学术的价值呢？
任何语言都有学术价值啊，就像我们去沙巴这一次，就是发现天津话，我们就说如果是从语言记录或者说语言研究的角度的话，我们就很想知道马来西亚沙巴的天津话跟原乡的天津话之间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变异和变化，那我们就觉得好像抓到宝了，就是要把它描写出来。对，所以任何的语言和方言都有学术价值，都是平等的。讨论其实不管讨论那个历史好了，讨论人类的那个发展，还是讨论族群，讨论任何课题，其实尤其在马来西亚，我们都离不开这个方言群。那你要去了解这个方言群过去到今天的整个发展跟变化，你也必须从它的语言去看它的世界。所以学术价值对每一点都 是很重要的。对，这 是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即使是那个昨天上课跟学生还讲到，即使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混合语言因为很多语言是所谓的掺在一起的哈，比如说巴巴马来语还有巴沙马来语还有葡萄牙村的这个 Kristan 哈，也是一种混合语就是这些混合语言其实它的学术价值也是很大，但是之前的话如果说这种语言就会被别人看不起，说你说的四不像，对吧？你把马来语和福建话掺在一起，这是什么？但是呢它是非常有学术研究价值的。越来越多的海外的学者都来到马来西亚，为这个土地上面的各种方言或者是这种混杂了其他元素的汉语方言甚至一些语言做很多的调查跟研究就是他们都看到了里边的很重要的价值。那我想呢这个所谓的价值呢就要回归到马来西亚华人本身的一个本土意识跟对于自己自身的一个认同上，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其实也不只是这几年啦，这个时代其实整个全球的概念呢是大开放的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走到了一个国际的舞台上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马来西亚华人可能反过来会反思自己，哎，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出身，我的背景，我自己本身站在一个国际的舞台上，我又有着怎么样的一个身份认同？所以回到来，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混杂的语言文化，那有些人可能就会为此觉得说，我应该要说一个纯正的语言的一个状态，那他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忧虑或者是反思。但相对来说，我是很认同刚刚杨博士说的，它其实是一种特色，它也是一种本土的在地的一个文化的展现，它没有所谓的高尚或者是卑微之分我想这一点我们自己本身必须要很清楚，对吧？对，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语言自信和文化自信，也就是之前马来西亚华人说，哎，我是大马人，你看这种自信就出来了哈。但是如果说到语言的话，就会说，哎，马来西亚华语是不是不如普通话，是不是不如新加坡华语标准哈？那这个其实就是自信又下去了。所以现在呢，马来西亚华语也成为学术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研究的对象哈，因为之前新加坡华语受到的关注会比较多，因为那边的学术研究开展的是比较早，但现在呢这几年马来西亚华语在中国大陆受到了特别特别高的关注，就是因为觉得马来西亚华语还是有自己的特色那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它来自于不同的方言不同语言的这种语言成分的这种混合然后造就了马来西亚华语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是，那最后我们争取一点点时间来聊一下，刚刚有提到在家庭里面父母必须要很坚持的跟小孩说方言，那才有办法把这个根扎在了这个小孩的心中，在成长的过程他才会有一个情感上的意义吧。那在政府方面呢，你们觉得在政府方面可以怎么样去支持或者是推广所谓的方言教育呢？有点困难。其实政府他如果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就是提供这个环境，那就是最好的方法了，让大家可以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再使用，就是不会受到一些限制。像我们理解有一些国家因为政策的关系，他们很多语言甚至方言是不能在日常沟通里边使用的，但只要政府持的是一个开放，让大家都有这个机会，那我觉得那已经是最好的。我知道这个 RTM 电台还是有方言播音的，对吧？这个新闻播音我觉得应该要坚持下去，其实这也是一种政府行为。或者然后我这几年在马来西亚的这种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也感受到，马来西亚政府呢虽然没有非常积极的去提倡方言但是呢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语言的环境和政策，也就是它给大家自由使用自己方言和语言的这么一个权利和自由，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你跟
邻国比起来的话哈，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华人在这点上还是比较幸福的。也就是最后你选择使用什么语言和方言是你的选择，你有选择的权利，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杨博士有一些补充是吧，就是像地方的上面可能办一些活动的时候，你比如说华人的新年或者马来人的新年，你加入这些元素让大家彼此了解，这个也是不管是说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可以做的。那方言教育的推广最终其实会为我们的社会跟国家带来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价值呢？方言的推广，就目前马来西亚的这个情况，结合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个强势方言的一些情况，还有这个国际的连接，从这个角度来看，马来西亚有一些方言其实是有国际优势的哈。那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粤语，那它跟香港地区还有跟中国大陆的广东省其实都有，还有广大的海外华人，就是比如说在英国的华人，其实他们广东话其实也很好，还有澳洲的一些华人的社群，对，还有美国的一些唐人街，其实他们的这个广东话的能力都是相当强的哈。那另外一个方言就是闽南话，就是福建话哈，其实它跟比如说跟台湾跟这个福建海南，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共享的一个语码，一个方言，所以这些人在商业生意上来往的时候，或者是就是简单的民间的来往旅游，你听到一句乡音，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方言，其实它是有国际的这种连接文化连接的这么一个纽带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个是马来西亚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那其他任何一个地区可能的华人，可能他只有一样，它只有一种方言，但是马来西亚华人可以共享，跟别人共享很多方言，包括客家话。对，客家话的话，香港人说客家话，台湾人也说客家话，中国大陆也说客家话。那现在当然大家比较简单的一个做法是说，哎，大家华语就好了，因为华语可以连接全球的华人。对，那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便利的条件，也就是你在方言之上其实还有一个共同语，就是华语，对吧？当然马来西亚华人还有英语，还有马来语，对吧？马来语又可以连接印尼啊、汶莱啊这样的一些穆斯林的一个国家，所以马来西亚华人的多语的优势我觉得应该要保持，这样子的话无往不利。对啊，无往不利的一种情况啊。对，因为接下来整个社会的那个需求也都是往这种你能够掌握越多，其实对你自身是价值的提升，所以我们不要太限制。那要是有这种机会的话，你学起来或者说把它提供给你的下一代，那对他以后肯定是有帮助的。没错。那其实呢，确实我们也看到社会的一个普遍的印象，常常就会觉得说好像说英语乃至说华语的人呢特别的高尚，那觉得好像说方言的人，哎，显得好像比较草根、比较本土一点。但是呢，我想的话，那倒是不一定的。它其实呢是一个相当刻板的一个印象。所以最后两位在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有没有什么呼吁或者是一些鼓励我们的这一个方言教育的一个推广，像是在家庭当中、在社会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先说吧。一个从家庭开始的话，那就是在家里要提供一个环境，那到社会上的时候我们也是开放的，就是大家不要再有那种方言跟华语高低之别，有高低之别，就是刚才一开始我们也提了，就是一个开放跟平等的对待各种方言跟语言，那只要这个地方本来存在什么，我们就去接纳它，然后去感受它，觉得这样就很够了。我是觉得我们应该作为马来西亚华人来说，应该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语言资源，然后充分发挥自己的多语优势，然后在马来西亚甚至在国际舞台利用我们语言的这种多语的这种优势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马来西亚一直都拥有很好的一个语言的优势，只是一直以来可能就像是我说的，我们走到了一个国际的舞台上，常常好像不够自信，觉得自己说的不够的道地，或者是不够的回到了这个所谓的传统。但是有时候语言会经过更多时间或者是文化的一个融合之后，它会形成的就是一个我们更有特色的一个本土文化。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自信哈。所以今天也要非常感谢呢两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做出更多的分享。那是的，其实我觉得来到了这个21世纪呢，我们应该保持着一个更开放还有更民主的一个姿态，去拥抱不一样的多语环境，尤其是我们今天强调的一个方言的环境。那我们必须要认同说，其实打
造一个多语跟精彩的这个语言环境呢，对于我们共同建造一个共生共存有利于未来的这个环境呢，是相当的重要。那谢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谢谢你关注你怎么说，我们下次见。